大家好，我是摩根大厦工程部经理高远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摩根大厦一个施工概况。目前呢，我们摩根大厦现在已经建设到40层，现在我们目前的速度呢是6天一层，甚至5天半一层。摩根大厦的封顶时间呢，预计在12月初或者10月底左右，目前现在正在紧张有序的在开展。 摩根大厦目前，其他各个专业正在紧张有序的在施工。电梯单位目前我们已经确认完毕，现在已经在开始排产。幕墙单位现在20层以下龙骨已经安装完成，然后玻璃本周已经到场，预计月底年底之前全部安装完成。然后机电单位我们现在10层的样板层已经安装完成，现在其他楼层已经在逐渐在开展。 装修单位现在已经开始施工，这样就是我们项目这边介绍完成，然后我们一起到现场再去看一圈，看一下我们现场一个施工状况。好，大家随着我一起来。现在大家已经来，带领大家已经来到那个10楼，10楼呢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样板间。样板间呢，我们目前的机电的管道已经安装完成，目前的空调管道，然后消防管道已经在施工，然后我们的装修的隔断已经开始在盖施工。 大家好。 我是摩根天域工程部经理邓明。我们摩根天域一期工程目前施工的是2栋，1号楼和2号楼。1号楼目前的施工情况是，完成了33根装基础，计划11月底以前完成全部装基础施工。 12月份开始土石方，及基础施工。2号楼目前完成10层顶板混凝土浇筑，年底以前呢，计划完成20层。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现场看一看实体情况。 这个就是2号楼，这个就是1号楼。